咱们最近哈，除了有这个精美的文创以外呢，我们还研发了一款叫做《沙县大富翁》的游戏。哦，那这款游戏目前正在火热的内测当中。哦，咱们的这个大富翁游戏哈，就是呢，您在这个游戏里头呢，会从一个新手小白，成长为在全国各地都拥有这个沙县小吃门店的一个产业大亨。放夜天了，哎呦，这不是我的梦想吗？对对对，你们几位呢，也正好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首批的这个内测的嘉宾。对，看来这今天这是我们的游戏任务了。这么刺激吗？今天，我以为就是吃吃喝喝的一天。当然了，我们这个游戏是特别有体验感的啊。首先呢，我们每一位嘉宾呢，要在这一张 ID 卡上签上你们的 ID， 碰见我们的角色。那这张 ID 呢，就是我们游戏的一个通行证了。那咱们现在准备开始换件这个 ID 了。好，我就叫 Angelababy 007啊。我写白慕言吗？我觉得沙宝可以。好吧，好吧，众望所归。勇敢牛牛。勇敢牛牛有点二。就勇敢牛牛吧。有什么推荐的吗？整开啊，你不是叫整开吗？行，特别像个山东人呢，整开。整开，整开可以啊，整开。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拿着你们的这张 ID 卡，进入到我们的游戏世界啦！祝你们好运！好，好，谢谢啊，谢谢。Angelababy 007，真的是大富翁啊！整开沙宝，整开还带方言的，整开山东人，整开。终于是在我拿捏住我的大名了！你看啊，除了我们这些名字以外，还有其他几个很奇怪的名字。哦，哎，白梦言，摇一天，老板两份蒸饺。姐只是个传说，悲伤的猪大肠。耶，你们猜一下，你看姚一天是谁？我猜这个人比较爱蹦迪。姚一天，我猜姚一天应该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人。我们点他还是点他？点他，点他呀，点了哦。有鼠标，桌上。桌上哪有鼠标啊？哦，这儿。这是鼠标啊！这个鼠标咋点呢？沙县大富翁正在加载中，正在加载中。游戏需要九人登录后才能开局，正在匹配玩家，请稍后。要跟队友打个字，不好意思，我去上个厕所。你这匹配的什么时候到啊？就你等那几个人从洗手间出来是吧？那几个玩家网是不是有点卡？你也变成人工智能了？上厕所去了。是，我们应该在游戏里面都演成那种，是这样吗？不是，应该是这种跑，就是这样的。玩家有一天，老板两份蒸饺已连接。来人了，姑姑呢？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欢迎欢迎欢迎！请问哪位是姚一天？这位肯定是姚一天，这位。老板两份蒸饺，为啥呢？因为我很爱吃沙县，对，基本上每次去第一句话就是要点两份蒸饺。哦，要吃两份。对，那你为什么叫姚一天？崇拜姚一天。你是姚一天后援会的？我姚一天后援会的，我崇拜姚一天。玩家姐只是个传说，已连接。姐只是个传说。哎。哥哥的爱。
明明我才是那个和他一起长大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上了你。欢迎欢迎欢迎！刚拍完一部戏，对，是夏姐啊。你们刚拍完一部戏，叫什么戏？宁安如梦。没事，还没上呢，上了再来打广告啊。玩家悲伤的猪大肠已连接，悲伤的猪大肠来了。哎，我是悲伤的猪大肠。这是我的男朋友刘海，开心点，像。你没有人爱。活该！一头，你叫我这悲伤猪大肠，是不是因为你爱吃猪大肠？但是因为减肥，女演员控制不能吃，所以悲伤。你懂我，傻哥，对不对？所以你看，都一个队的。我叫悲伤的卤煮。真的吗？我爱吃卤煮。欢迎来到沙县门店大亨游戏，请用鼠标点击游戏助手领取任务。你们好啊，我是你们的游戏助手。今天你们将会了解到沙县小吃是如何从一个挑着扁担的小摊位成为遍布全国的大产业的。卡词了，这个系统咋的？你这还卡词呢？等停，重来一遍。游戏的 PC 还会卡词了吗？网不行啊，这网，哎，这网有点卡，这网。在今天的游戏中，我已经为三队玩家都准备好了可以显示各自 ID 和等级的书包，书包，并在里面放好了游戏手册，请领取，并阅读吧。哇，这么长。本游戏分副本任务与主线任务，玩家需先完成三个副本任务，才能进行主线任务。什么叫副本任务？就是刷副本。刷副本，那咱们开刷吧。玩家的持续等级为零。每完成一项副本任务可获得经验提升等级，等级更高的玩家在进行主线任务时可以获得优势。在沙县大部分任务中率先占领相同颜色三家门店的并入获胜。三家门店相同颜色，那很难啊，一共才三个机会啊。对啊，那确实啊，三分之三啊。三分之三是多少？就是百分之百啊。三分之三。场地里的管道是各位进行场地间传送的工具。为了提升等级，就请大家前往第一个副本任务点——鱼帮村。鱼帮村被誉为沙县小吃第一村，很多从这里走出去的村民如今已经成功致富了，他们一定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你们，请出发吧。好，说一下我们的名称。勇敢牛牛，沙宝，悲伤的猪大肠，走了，走了，哈哈哈哈哈哈，弄不下去了，还没下完呢，再往里下呀，下不去，卡住了，通道太窄，太干了，真的，我拒绝这个，不是，你这后面搁了个台儿，你这屁股不就坐台上了吗？低头吧，低下头，大家把头下头啊，下头可不好。下头，不太顺利。